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鸿星尔克专卖店的大浪店，现在是下午时间，所以人不是很多，到了晚上的话人肯定会非常多的。上一期我买饭送给西利鸿星尔克专卖店的所有员工，没想到我一个小小的举动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。对于那些支持点赞关注我的朋友，我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。今天我准备去给这个店的所有员工买蜜雪冰城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店的情况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外面写一个急聘，证明他们的生意还是很火的，缺人手。我们看一下里面，进来看鞋的，进来看衣服的还是非常多的，一般是晚上顾客会非常多，不过从现在来看，我们看到有好多顾客源源不断的进去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两个小姐姐也进去了，这位帅哥他已经买好了出来了，这边的这位帅哥他也买好了，前面的两个小姐姐他们也买好了回去了。现在到了晚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发现店里面的顾客变得越来越多了，因为今天是周末，大家都出来逛街，所以会有很多人。这边也是有好多顾客，还有推着小孩进来的，大家看一下，看来我们这个民族品牌真的很受宠爱呀。这里也有一位推着小孩进店的，旁边应该是他的奶奶，他的奶奶也进来看一下。进店的年龄阶段跨度很大，不仅是有小姐姐，还有很多大叔，还有帅气的小哥哥，当然也有年纪大的奶奶，可以说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他们都喜欢这个品牌。刚刚我说了，我准备给那个店的所有员工买蜜雪冰城，我已经来到蜜雪冰城的门口了，听说他们也为河南捐了2000多万。当我知道他们为河南捐了那么多以后，我的内心真的好感动。再看看他们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，他们卖出去一个其实利润挺少的，但他们却为河南捐了那么多，对于这样的企业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啊。所以我今天做了这样的决定，买蜜雪冰城来送给深圳鸿星尔克专卖店大浪店的所有员工，我希望他们喜欢。大家看一下网上订单这么多，不仅是网上支持他们的顾客非常多，来到店里面买的也非常多，大家看一下排队买。我先给我自己买一个，大家看一下卖相非常好看，看着流口水。给鸿星尔克专卖店的员工买的蜜雪冰城我已经买好了，我准备给他们送过去。在买之前呢，我没有跟他们说，给他们一个惊喜吧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大门口了，这个店我看到有4个员工，所以我买了4份蜜雪冰城，待会儿呢我马上送进去。我现在已经来到店里面了，我马上给他们送过去了，我要给这4位员工亲手送给他们，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陌生人给他们买东西。这两天看到鸿星尔克专卖店的所有员工，他们非常的忙，他们忙到没有时间吃饭，没有时间喝水，我买这些只是一个举手之劳，表达我对他们的支持与关爱，我已经送给他们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我们下次拜拜。